您来，麻烦大家一起。好，OK， 有什么要 OK 的吗？大家好，那回到时间剩下十秒钟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们的中心云集，然后希望他们今天也可以吃饭吃得很开心。好，来，电子媒体朋友可以送上您的麦克风，我们即将进行。应该不用介绍吧？各位其实媒体记者朋友，大家都这么棒哈，资讯都很发达。这是温莎的台的台柱哎，都是女一男一哈，你看天王级的啊，我们就不要用笔画来说了哈，也不要用年纪来讲啊，那个这样子很敏感。我对我边要先行介绍，我旁边右边这一个，你们的左边就是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燕，在意大利非常多年了。那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晚宴，非常的荣幸，也很开心。那祝福今天大家又开又快。好，来这边这一个，是这个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宇，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。谢谢，他们也被标了，请帮我们宣传一下。然后来再来这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绕琪。第一次参加晚宴，就盛大的晚宴，祝福大家进入一个非常快乐的夜晚，谢谢。你看这个英俊，那么英达，再来这边就更不得了了，这是天王级的哦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世贤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晚会，在这里祝福大家用餐愉快。好，那就旁边来关心。来参加这个晚宴，一样希望大家能够。现在忙着拍电影了哈。对，三 D 大合唱的艺人都不简单，来。谢谢大家好，我是陈佩琪。那真的很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广告商。那我们希望呢，三立在接下来的每一年来年都可以有您对我们的帮助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位演职员也都会尽我们的全力，表演做出最好的表现给各位。谢谢大家。